老太太在厨房做饭呢，周大毛搁屋里跑步呢。你看他一会儿肯定要去给大毛点好吃。去看看啊，看那个。慢点走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干这啥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干啥呢嘛？你干啥呢嘛？你干啥呢？你别给他吃。没有。你是不是给他玩好吃的呢？没有。慢点。哎呀！你干啥？这没。周大毛，我帮你吃啊。真是。周大毛。想好吃啊，之前。你干嘛？是吓一跳啊！你看，还能还喂。他都跑步了，还喂？就一点儿吧，完了。哎，行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别吓我！